最近啊，房地产在不景气里面，信义他竟然又成立三个分店，哎，这个就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。为什么呢？这对你就因为房地产很不景气，可是人家信义他可以在天母啦、啊，同时又在永和成立分店，那表示他怎么样？他的业务量没有下降嘛？最重要一点就是说，因为我的专业知识，所以我去实地看了以后，我发现信义它有几个步骤，我提出来，其实我们也不是替信义打广告，我觉得它的过程让我蛮满意的，所以我就愿意整个都委托给他。